做到实行，一直到如今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哥哥了，请大家拍拍手。他再来一个，他是以后也在一个西科老师，那这一年不是，那我们到一月份，到从去年一月开始在，就去前年在幼稚园，那这两年来感谢比较卸下一年级老师职务，比较好二年，要在二年级的学生元旦开始二年级。我想说啊，我在家里，我也不知道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我也自己这样起劲，我的罪。
然后就在那边哈，前一早啊，我说他好感动，每次去年都有在他家里叫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今年要没事哈，那个圣诞节要寿喜。我心里说很傻，说忘了，真傻掉。我当下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这教会很好啊，你不想要，其实你还不想要帮，就是让旁边人知道说，你根本不信这个宗教的人。对他来讲很重要，那可是我觉得至少有去好像就有希望，就有改变。然后其实我现在在里面帮他祷告很久，然后到最后我觉得就是有一点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他在要干什么，希望他祷告应该要去西藏，然后说要去受洗啊。然后最后我说一句话，我说你知道信这个教，不管你认识什么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他们不可以去拜师。我就讲了这句话，我说你准备不要拜新郎神吗？他就说没有，我就是多信你的神，他就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知道他头脑是很严重的，他因为生活不顺畅，然后他觉得很不顺，所以他就是过去这几年来就是去算命，好算命请他算命，然后到处去拜拜，然后呢到最后他自己去算命，他爸爸到处去算命。所以呢，到了那个过年，他来我家，因为就是他帮我算今年的流年，看我今年好不好。那我其实每一次都觉得，我后来跟他说啊，你不要帮我算这个啊，你不帮我算这个，反正今年好我也要过，今年不好我也要过。然后他可能还非常过生日，没有生日，他就在那。
就是他们是读完以后分享，就是两个人同时分享，当然他也没有准备要分享。那所以后来就变成说，那个对方说哇，跟孩子分享分享分享，这样闹得好多，然后他就傻眼了。然后后来那个人后来说，那个进小组，那个进小组，他说哦，你们小组，因为那个教会是培训大家进到那个进小组，然后对那个进小组没有，他说哎，这以后进小组的人。那时候我们讨论的讨论的话，他也是有信心的。